有方向目标，你知道你在哪卡住了，然后在那件事情慢慢突破，这样就叫功德圆满。如果慢慢的在每件事情都见到空性的话，你就圆满，那你就是佛了，就是你正得佛了，就不是只是开悟，你想实现什么实现什么了，就是说。 这个世界你做主了，不是由你的觉受跟情绪做主了，你能做了自己的主人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然后，如果你的气脉啊，在生理上也能全部转化完，在你临终之前，你要求那神通具足啊，这个人就很厉害，就是你想象的那种三身圆满的佛，无所不能啊，非常自在啊，就是这种。但开悟在每个当下、每个刹那都有可能。开悟以后，修行其实才算有意义了，这个人的修行才会。 才真的就是说，他不会放弃，或者是他在修行才会越来越圆满，就是而且不会走错路，就是老师不在身边，他也会往下走，而且也会知道自己在哪儿有问题。嗯，那具体一点，比如说在每个工作上，你要了知佛学的，就是了知这个界定，你在学佛。 你要知道，在工作生活里，就是说，你比如遇到一件事情，一般都是遇到不自在的事情，这个人才会思考。如果他很受力、很欢喜、就是很一切福报具足什么，他反而不反我，就一天天就很快就过去了，就像翻日历，他不会思考的。当有些事情他纠结，怎么也过不去了，心里很难受，他想解脱，就像被捆上似的，他要解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就反省了。 我在哪儿困住了？我在哪儿受控了？我为什么看见这件事情很难受？为什么听到这句话很难受？为什么看见这个人很难受？我是嫉妒了、嗔恨了、抱怨了，或者……那如果我们是习气又要犯了，那可能你的认知有问题，你的角度啊、认知，为什么别人不难受，只有你难受呢？哎，就是等等吧，其实我有的。 对我来说，就是我自己感觉我自己。这就是修行。对，就烦恼习比较快。没事，马上就过去了。思维就起来，就觉得很烦。就是最简单的，要是怎么修炼都觉得很烦。别吃那么多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你还很烦，但是你也很快会过去。甚至你当你出现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也会想一大堆理由给自己，让自己慢慢过去。但那个不是自在，就是。 有的人说修行不错，他其实还在承受之中，就是他只是承受力越来越强了，他能受得住，但是不代表他自在解脱。自在解脱的状态和那个，就像您说那个，因为什么都高兴嘛，时间一下就过去了，那个不是，这两个的区别。自在解脱是也有烦也有，或者是，但自在是他知道在每件事情他都能够释然。 就没有结，就像心里没有结似的。但是，高兴跟开心那不是，那是两个。高兴跟开心，就喜悦。今天很开心，很有福报，我每件事都很受，那是福报。那个痛苦是对立的。自在，可能你看不出他高兴了或者不高兴了，他就是那样子活的。自在就是你的心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任何事卡住，你不会有结。这个释然是当下就释然。 还是够标准。如果你过后，如果你说是过后想明白把它放下了也可以，但是你真正的佛学的自在的释然是，就用佛的见地，最后能够了在这件事情上领悟了佛的见地，就终极的释然，就是说你再也不会掉进第二次陷阱。它是一种对真理的了悟，就是说到最后你连轮回都解脱了，它已经不是在一个就是人道它了，它跳出来。 人道只是其中的一小段，连人道都不算什么呀。你做个人，你卡在一个鸡毛蒜皮的事里，你本身这个人生下来这100年，你都是刹那之间在宇宙之中。他佛学是看三世嘛，看6道3世嘛，他不是只看一世的。所以说你要看经典嘛，你首先要知道你是生生世世有轮回过来的，生生世世在影响你，这是最起码，而且你会轮回下去，你不会死，这是最起码的界定嘛。 佛学最，你要了知这些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在这个三维角度呈现的每一个像，遇到的每一个缘都里边有因果的，哎，你就不会纠结，就说你又到什么了，你会都会有因果，但是因为你这一世的对很多问题的思维角度认知不同，让这种因果就呈现了不同的现象，就是说。 可能有些人面对的是这一世，比如说我们俩同时修行了啊，我们俩修行了。假如说举个例子，假如说你修得好，你也遇到一个缘，那么你这一世修得好，那你把这个缘很快就了了。但我也遇到一个月，但我这一世仍然没修好或者什么，那我遇到这个月又把这个月又逆月又维系下去了，下世遇到寒的解决，就永无止境这些缘分。嗯，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缘都是有的。是的，但是你用佛的知见就很容易了，你就会从这种缘，因为你生生世有几千几亿世的缘，知道吧？你破是破不完，了也了不完的，是吧？这个缘了了，下个又来了。但是有一天是你在这了的过程中也在修行嘛，有一天你突然就跳出来，看到他的虚妄，你是看到他的虚妄了这些缘，而不是说是你最后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完了，是你突然跳出来觉得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，有些东西。那这些缘就破了。是啊，当你了解它是虚幻的时候，它就破了。比如说，他经常举个例子，当你说，假如我们俩在外边看这个世界，就像看一海市蜃楼一样，你跟我探讨说我们用多少钱把那个海市蜃楼买下来，然后住进去，我说那是个假的，然后我们就笑着回来喝茶了，就不再看了。那件事情是在你头脑就不存在，我们就不用去算计说那空中出现个海市蜃楼的一样影像。两个人不用去合计用多少钱把它买下来，怎么装修，不用探讨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你不用跟我探讨怎么了缘的问题，你只是知道他的虚妄就行，是吧？这是人世间的大梦醒来啊，就是对人生命的，就是其实佛学它最终是知道生命的意义的终极意义。修善也罢，积功德也罢，修正法门也罢，开悟也罢，它最终围绕的就是了知生命的意义，就是生命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，而且生命来自于哪里，你从哪里来，并不是说远古时候你从哪里来，是当下你从哪里来，你这一刻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你活在什么状态是不知道的。你别以为我们绝招了，说我现在不冷不热不痒，我现在吃饱穿暖，你不要以为这是，因为这只是三维投影，因为我们头脑跟意识，你活在头脑跟意识的定义里，你只是头，其实你不知道你在哪里，就很多维度的东西，你头脑是很多维度的，多维的，不是一个三维的，你只是个投影，你被困在这儿了，就是这是个假象，你被困在这个时空了。当你因为你不知道，你就很真实的在这活着，很真实的在这一世的在这轮回，一世一世死了活了，活了死了，然后一世一世的在这无奈，你不知道你是佛，你是如来，你是很辉煌的世界，就是说这就像那种电影里边，就是说你被困在一个小站上了，时空里边，你在这个小站上一世一世的过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曾经来自于很辉煌的国度，哎，在那儿你是什么？你富贵啊什么？你忘记了，就是忘记，记忆消失了。然后有人告诉你这些，佛来告诉你这些，你可以活成那样的，你是王子，你是太子，告诉你这些，你说哪有？我在这当乞丐呢，我解垃圾呢。佛说你回去就是王子。你不会信啊，所以你在某一个国家是王子，就是这样。他只是让你回去啊，但是你说我是捡垃圾的，好不容易看见一堆垃圾，你不让我捡垃圾，你这拉也拉不住你，你去捡垃圾去了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困在时空里，因为你没看见，你不知道。那是电影很形象的，我觉得，就像我们困在这儿，我们在吃一些垃圾食品，吃一些东西，我们活得懵懵懂懂，一天睡醒迷迷糊糊，一天24小时好像很长也很短，昏昏沉沉浑浑噩，一天真的过得很快就死掉了。是啊，但是这样子我们也觉得还挺安逸的。我们唯一欣慰的是，就是不会觉醒，不会突然很警觉，觉得生命怎么会这样？我难道我就是这样？不清醒嘛，尤其这种光污染，人们活得越来越不清醒。小时候空气天蓝蓝的，还知道说，哎呀，天上有什么？现在谁会问啊？小孩子也不会问了。反正我觉得这个虚妄的这种破，好像挺容易又实际，是这种感觉。因为您说的，我都觉得对我有接受，但真是实际。做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差的太多，或者有时候不知道这个尺度。是的，很难，因为我们有角色，我们有情绪，有情感，很多，这个是太困难了。我们甚至没有精力去想这些。有时候自己累了、疲惫了，都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你都头脑都不清醒了。很多人就像很多抑郁症啊，他都没有精力，没有腾不出一点点时间去想生命的意义，他完全的钻了牛角尖，就为这个葡萄而伤心，只为这个葡萄活着，活着然后就死掉了，就很可怜。现在有一种状况好困扰的，老是想任何的事情，就把这件一件事情和一看到一个人为什么老是往坏的方面想，但我想了以后，我就知道是坏的对自己是不好。这样是不行的。我知道你先觉得吧，就是负面信息太多了，就是负面的信息，而且我们的头身心里边那个气脉太封锁，暂时的，就神经系统就说，不管能不能达成，中间有什么情况，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或者晚上什么，基本可以做到不想，受折磨的程度减小，这种应该算是进步。进步了，刚开始都这样的，其实也，我觉得说白了，也就是不太执着了，一开始就比较执着，觉得付出了就应该。但是这个休息是一个慢慢的，还是需要时间。比如有些事情我今天放不下，但是估计可能我通过休息，我明年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能很快的放下。啊，过一阵子就慢慢的，再过一年，可能我休息，很多事情已经不在乎，就不会影响我。但这个呢，很多有社会阅历和经验的人也能做到。对呀，他在生活里边见多识广的时候，经历的多了，他也能放下。但是这个不代表他能开悟。但是佛学呢，你按照佛的见地来去放下，慢慢的就解脱了。就是按佛的指导来去往下放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段时间他就想一些负面的东西，而且很伤心，而且眼睛里看到的人也不顺眼了，有时候很烦，有时候很难受，因为他是透过自己这个场来看外界的。当他的场里边全是负面的东西或者那个乌烟瘴气的时候，他看到你，你也透过他那个眼睛一看，你也是乌烟瘴气的，他就觉得很讨厌了，或者这个时候就多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念佛的名号啊，希望佛菩萨来加持自己啊，希望护法来加持啊，多求祈请啊，然后一直把这个排完。